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东尾村的敦上宫这个地方啊，这也是他们的古建筑了哈、啊，也是他们的古建筑，请跟我的镜头走吧。这个古建筑也是应该很古老的了，嗯，那个应该也是上百年的历史。你好，丁丁，这昆山宫卡金古呀哈？对啊，拜完年啊，归上百年不？拜完年啊，拜二三年了。拜二三年？对啊。先生说这个昆山宫有120到130年了。这个是华侨建的吗？对，也是华侨建的哈，那保存得很好啊。你现在住在这里面了、哦？对。那你真的住得哇，很好哦，冬暖夏凉哦。我参观一下可以吗？可以，随便走可以。可以啊哈，那你先去忙，我们看一下哈，昆上宫老先生说已经建了120至130，好。它这个石雕哦，就是颜色，石雕有的外墙装修是有点掉了，然后它这个建筑画后面更那个嘞，一进两进还有个还可以上楼嘞，整个外观摄影师给他拍一下哇，这古建筑它这个昆上宫说是那个也是华侨建的，在这边没有，这后这边也可以，我们先从这边吧。欢仔楼曾氏欢仔楼是龙海市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哈，龙海市，我们今天它这个应该是叫地级市的，就是地名应该叫漳州市龙海市，应该是这样子的哈。你好，快说你啊。是啊。嗯。第五代，我们碰到了那个朋友们，我们碰到了曾氏的第五代传人，他保护得很好哦，这已经是一百多年了哈，是哦，进来吧，你们吧、那你们的那个什么真的很棒哦，你们的祖先还有祖先在那个新加坡，在新加坡哈、哦，新加坡我们是走。搞那个船运的啊，搞船运的哈，船运股份啊，船运股份有限公司，对，给人家和几个合股了啊，几个合股，这里面有99间是不是？没错啊，大小间99间，哇，那个真的很棒，你的祖先祖辈人很棒，那你们保护的也很好，这个没有保护，这个就是说那个。但是文化革命破坏很多。哎，我看查到破坏了四栋楼，都拆掉了哈。四栋哈，破坏四栋，我在网上看到。就是破坏，就是说，有的比如说那个狮子头啦，翘起来那个什么，有都是翘掉。等于说古文物那个狮子的，就是这些有价值的。以前是那个什么什么那个迷信嘛，那文革的时候。那就它比较牢固了，没办法去保护了，这怎么保护？哦，那是，它就是以前的古建筑很好哦。这个是属于西的，中西合璧。中西合璧，嗯。这属于西式的。好。我们后面就从。啊，哇，真的很不错。嗯，很好哦，住在这里。这个冬天。很暖，夏天很凉，夏天进去好像是进到那个什么冰箱里面了。好，对，经常能够过来，怎么有？好像你们有开冰箱没有了？真的是夏天。哦，冬暖夏凉。你好。快递在吗？爸爸啊，爸爸拿快递嘿。啊，你等一下。真好，我们今天真有福气，碰到了曾先生。曾先生第五代，啊，真的很好。现在总共有8代。8代哈、哦，哇，能丁兴旺啊。有八代。辈的已经有当，太爷了。太爷了哈、哦。太爷。好、哦，它里面这个木雕，然后外面几乎都是那个哈、哦。进来就。在这边泡茶。啊，谢谢。
面这些就有装修过了哈。这边这个是花园。啊，这是花园哦。那花园这个以前不是没有那个卫生间，我们同一个大卫生间，我们自己盖了一个。啊，自己又盖了一个卫生间啊、哦。这个以前盖，现在是不行了。现在不行了哈。还给我们的时候。现在说是。国宝、哦。国宝了哈。这嘛，这我怕它、啊。那这个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花园。嗯，你看他们就知道。啊，那先生又重新。给它改造一下，是现在就更那个，就是。等一下，不，这个小孩子回来，我们也是在漳州，小孩回来就。啊，小孩就几乎在外面的哈、啊，外面。啊，在这边没地方赚钱，到外面去打工啊。哦，这个是花园，它就隔起来的一小部分。是是是。嗯，那里整个花园很大。宝宝有上幼儿园了，宝宝上了啊，宝宝上了哈。嗯。前面那个水泥地就是一盘一池。啊。哇。前盖的前面就有，后面就有花园。哦。这个是这个房子配套的。哦。那个是给村里边盖起来，他们就是车场。哎、对。那也没办法，就是那么大了。好像都拜征用还是拜怎么了、嗯？那就是说以后如果真的要恢复，他肯定要花钱，包括这个你要敲掉，他肯定要恢复原来的。好，要恢复原来的原貌哈。对，13块了。哎，我上一边就给你13块。13块，就是老、哎、那真正的地瓜粉。真正的哈。然后那里那个10块应该不是。10块的，然后那个地瓜就是有一个阿伯在卖。好。我说出去的时候要有那个的时候再找他买一下。是。等出去的时候。好。嗯。宝宝上中班还是小班？小班哦，中班，中班啦、啊嗯，啊，爸爸妈妈呢？爸爸妈妈在漳州是吗？你跟爷爷在家嘿？没有，他是礼拜六回来。啊，礼拜六。我老婆刚才那个就是他去带他回来。哇。礼拜五回来，他礼拜一再去。那我平时就我一个人在这里。平时就你一个，那你爱人看着很年轻哎。他少我，他五十六，我64，我到他8岁。哦，到他8岁，但是他特显年轻，特显。那你是很健康，你显着就是很健康的一种人。没有了，我以前是煤矿。啊、哦，以前在哪买过煤矿？永安。永安煤矿啊。哎，我到永安洞20几年。20几年。当时我们就华小弟，那个是不安排工作的。好、哦。我们然后。煤矿比较困难嘛，比较辛苦了。后来跑到那边去，但这边是地主，天天在斗争啊。我是56年出生，56啊，56文革嘛，哈、哦，66到76，我72的。那你现在退休金呢？有退休。退休现在也够了，退休够也够吃了。也够吃了，现在有几？还可以了。好、哦，还可以了，那是。那煤矿你是？现在我。一个人花不完了，那小孩我们再开一个修理配厂。好，那修配厂那是现在很时兴的。哎，修理汽车嘛、哦，我们已经开了10几年了。哦，那是很时兴的。他奶奶就放那边煮饭给他。哦，煮饭给他们吃。那星期五到星期天就是去吃快餐。那天天吃快餐，他们也不吃不了。好，那是天天吃快餐。怕啥嘛？不要搬家怕啥？